加福音第十七天，每日亲近神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，得着亮光。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三至三十九节，心灵的敬拜。他们说，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，对他们说，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，若是这样，就把新的撕破了，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新酒必将皮袋裂开，酒便漏出来，皮袋也就坏了。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，他总说陈的好。从第五章三十三节开始，路加记录了一连串的争论。第一个登场的是关于禁食的问题。禁食对于犹太教而言，代表敬虔的礼仪，也是一种善行。因此，耶稣的门徒没有禁食，被视为极不敬虔的表现。这也让我们看见，耶稣的行事和当时宗教领袖所行的有极大的不同。耶稣用了两个比喻来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质问。第一个是婚礼的比喻。对犹太教而言，婚礼象征神与子民的关系，因此现在新郎在席，就应是欢喜快乐之时，等到新郎离开之后，才是需要哀伤禁食寻求拯救的日子。第二个比喻，耶稣采用三个意象，而且都是用没有人作为开始，以强调比喻的一致性。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布上，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。这两个意象都说明耶稣带来一个新的时代，而新的时代势必需要新的做法，不然新旧掺杂的后果必然是毁坏损伤。耶稣是在告诉法利赛人，不要只是琢磨在外表仪式上的敬虔，不断地追求被人看见的礼仪，却忽略了心中敬虔向神的重要性。难怪耶稣会用以赛亚的预言指责这些假冒为善之人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对今日的信徒而言，这并非告诉我们，既然外在的礼仪比不上内在的敬虔重要，那么我们都不需要禁食，不需要参与聚会，也不需要接受门徒训练。这段经文所带给我们的意义是，不要认为自己参加聚会就能交差了事，就对得起主，对得起牧师传道。神期望且寻找一个单纯敬拜他的心，我们不能只是单单参加聚会而没有心灵的诚实。第三个意象让我们看见，新的时代来临时，一定会有人抗拒，不愿改变，就像那些只爱陈酒不爱新酒的人一样。耶稣带来的新时代呼召我们脱去律法规条的旧衣，穿上心灵的新衣，不要继续落在陈旧的信仰窠臼当中。愿神那有活泼生命的大能临到，让我们不再用活动取代赞美，反倒是积极热情地用心灵来回应神，敬拜神。亲爱的天父，愿你吸引我们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
我们也愿意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。导读神的话，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是主耶稣，主啊，你是灵，主你说拜你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。阿们。是主啊，让我对你的爱是毫无虚假，由我的心灵所发出，因为我知道你喜悦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你的人。阿们。恩主，赞美你，你是个灵，你是个灵，所以你不受时空的限制。Amen。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状况，我们没有办法聚集在一起，但恩主你是灵，你是不受时空限制的。恩主，我们只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就好了。Amen。 是是的，主耶稣，你是不受时空所限制的，我们只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主，我们就能够与你来面对面。是主耶稣，当我用我的心灵和诚实来拜你的时候，我就得以与你面对面。我要喜悦渴慕那与你亲近，在内室当中与你面对面的时间。阿们。主啊，我要喜悦在内室与你亲近的时间。主啊，因为你是灵，拜你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你。阿敬拜哦，不是在地点，不是在方式，恩主，乃是在态度。恩主，让我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敬拜你。阿们。主啊，让我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敬拜你，知道主，我就是要来敬畏你，我就是要来赞美你。主啊，也知道主，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我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我就能得着真自由。是主耶稣，我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在你的里面我就要得着真自由。让我爱你不是形式上，而是用我的心灵诚实来爱你，不受时空的限制，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我都可以来敬拜你。阿们。主啊，是的，让我在任何时空都可以来敬拜你，让我在网络上也可以敬拜你，让我也可以在实体里头敬拜你。Amen。 因为你是灵，拜你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你。Amen。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耶和华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